好，我们继续开会。好，我们请周中赞议员哦，执行十五分钟。好，谢谢啊，主席，还有我们民政部门所有的局处所长、主管啊，新闻界的朋友，各位乡亲，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想真重要哈，民政是我们高雄市政最重要的，跟百姓都息息相关哈。我刚刚执政的。尤其进谁是执政的，一定要永远跟百姓站在一起，永远要跟民众站在一起。郭家人共鬼，民之所欲藏在我心。百姓需要的，伊个想的，你该拢藏在你的心内，不要到选举的时候才说我照顾你，迄拢没有啊。我常常甲讲，做了好，继续做。做了歹，佮换人做，百姓佮特别了解。做得好，继续执政；做不好，换人做。美国选举个，美国的总统选举盖好个呢？感觉自我良好，自我感觉良好都不好，不是真正好。就是想你有道理，那不是真理。做了好，继续做；做了歹，换人做。这以后基本的定律。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民政部门的执行跟所有的所长啊跟主管大家互相勉励，我想民调很重要啊，民调是真的民调，不是调选举的民调，那都假。所以按秘书处有做一个，你说你开那些所谓物价，这不是物价啦，你那个叫做消费者保护委员会，你一当开几遍，请秘书长、这个处长。谢谢主席，谢谢议员，谢谢议员关切我们消保委员会。以往的规定是一年两次，可是我为了加强对这个消保问题的一个讨论，从去年开始就加密为一年四次。一年四次，但是我看到你资料显示出来的只有105年的三月份开一次呢。你今年开几次？我看你四次根本是假的，处长。我看没那真的，我给你报告出来的第39页，你跟他下，你说四次，结果你写的今年的只有328开一次啊，是不是？跟你的口头书面跟口头的不一样呢？哦，处长你听谁？因为报告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部分会在一年四次，是会在这一年之内都完成达到四次。我想听谁哈？不过你们这个功效不怎么好啊，其实你也没有办法。消费者保护，你这拢想过消极。真正的百姓在 care 的，他在关心的，他在注意的，是应该是物价。嘿，你计小，你讲买间货买了贵，买了假，你那我知道你那妈的，这个什么张贴已经过期的啦，什么或是标示不实，嘿，拢想，嘿，拢想办啊。而且那个数量很少，根本微乎其微，百姓真正发生那个纠纷的不多。真正的比较 care 的是我菜价、我的物价、我的那些水果价格、我的一方面的什么价格，我们同事讲很多，包括现在执政的那些什么地价、地价税调整之后，跟着房屋税已经调整，真可恶哎！地价税调整之后，租金一切都是调整、调高，你甲恁爸气不要紧，我地价高了。物价高了很简单，你房租一定高，房租高什么都高，我什么物价你要怎么平抑下来？民怨绝对四起，那个买倒的政府啊，买倒的执政者，跟那些乌白扣税，百姓真的不满的不止物价税、地价税，包括我们刚刚同事讲的垃圾处理费，有那些三民区的自助餐业者跟我讲。垃圾处理费不止去年一个月差不多6000块，今年涨到12000，明年业者又跟他讲可能又要涨，要调涨，因为我们伟大的环保局有总量管制，每个人收量多，所以他们量少，当然价就高嘛。明年一定要预测跟他们讲。您准备要搁调整啊？准备要搁提高啊？所以我在这里都跟我们的研考会主委讲哈，
你那个政策跟相关单位环保局的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若要跟你杀鸡取卵，不要紧，继续用落，保证两单外后换人做。我讲实在真欢喜，我们在野的民意代表都很高兴。你尽量造吧，唔是干那地价税、房屋税、什么垃圾处理费，还有一些罚单、交通违规罚单、交通叫未见违好，那些不只是红绿灯闯红绿灯，什么越线受罚，不依照什么指示方向照常罚，而且都在那边制造陷阱。大家搞到无一块块，我相信主席有那接济真济，不要紧，你个尽量罚，会用爱你个尽量罚，罚到百姓死，罚到百姓倒，了后个对你执政拢搞臭面。我要还你在哪边？还你就在川普一样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啊，不要 fire 是啥？是你老大被 fire 了，真正是百姓什么什么他的员工被 fire， 是你这个老板被牵制掉。所以我要请所有的执政者好好的去深思熟虑，该改的就改吧，不然你用那种什么该调整延长时间吼，还是优惠的时间在九月底、九月二延到十一月底，无路用啦。啊，地价税你有什么优惠的什么措施，遐无效啦。该知道的都知道了啦，剩下不到三五趴不知道，所以真正的在骂的绝对95%以上。我跟你讲，真的连锁效应，你不要那评价。所以你那个什么消保会哦，开那个委员会，我讲该最给你建议哈、哦，法制局的，我建议应该用一个物价评议小组，啊，你配合哦律师，包括检察官，哦，我那是做检察官，我绝对三不五时就去稽查，不是物价波动的时候要政令宣导，平常叫做政令宣导，在发生状况台风来之前，平常叫做政令宣导，台风来之前，哦，这叫提醒，在真的台风期间就马上去处理啊，台风后就抓人了啦，就办了，不是在这么什么政令宣导，其实是警告，你若敢去，绝对给你杀，啊，这样才有办法，你那些什么物价的那些才有便宜啦，不你拢无法度，我给你做这样建议，哦。再来问我们这个民政局，我想因为时间有限，我为着安尼吼，姑爷问了之后再总体答，问了之后再总体答。你的行政区域划分法，我看可能按隔用区，无啥要调整哦。29页，你的29页哈，你要等到什么立法院的行政区划法通过才做行政调整。我想永远都不要调整，在你的至少这个任内2年，然后因为白。立法院可能不会排进去，那个行政区划法可能不会排进去，不是优生的民生法案啊，我看真难啊。所以依照你这个，是不是请局长简单答复？哦，局长。好，多谢周秀，多谢周议员。我想其实因为调整一个这样子的区域，那个其实是事关重大。我知道重大啊，所以不能随便乱调。对对对。啊，你有准备有没有？有没有准备？啊、就我们随时都有在准备，但是我们有没有开会？但是我们跟议员报告好，我们如果要完成之前，我们会完成所有的行政程序，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会配合中央的区划法来做调整。局长，我就讲，因为是重大，所以不能随便调整。啊，不能随便调整，你平常就准备，有没有准备？啊，你忙想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消保会，有啊、那是委员会，四年一年开四次，啊、开一开不知道开到哪边去。议员跟议员报告，啊，你开的对啊，有没有开过？我。啊，原则有没有立出来？但是我们不是，我现在不是逼着你马上去办，那不是哦。是，你先立原则嘛，哈。为什么要并？为什么要减？为什么要宽？譬如我们福山里，一里要切成几里？你要超过多少？怎么切？啊，怎么割？怎么划？对不对？这都要先准备嘛。你一个原则，你应该先把讨论原则，把那一些原则讨论出来，细节再执行的，那是等行政区划法。应该要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立法。整个立法法院 ，OK， 按法院过了后，当然就你要准备嘛，局长，哎、我跟你讲，有议员话，你要准备好，而且我们都有在准备，只是吼，这个物件，我第一个无要做的物件，我袂乌白讲。我当然，当然那个不是在做，啊、是意为准备而，我不是叫你做，你该事先的该怎么原则定出来，不是只有定人口多少，哦，怎么划，而且定了出来之后。我讲应该要公平正义原则，你不能讲说我今年定了，明年马上实施，不好。
告功德，就下一届再实施。局长，你懂我的意思吧？有这个。隔一届再实施，譬如我们今年定，不要两年后马上实施，就是要六年后，就是下一届选举，让所有想参选的人，所有要被改变的人都有心理准备，如何适应 ？OK， 局长。跟议员报告吼，这个都是依法有据，阿龙有他一定的程序，而且观众哎，这你放心嘛，这个不止法而已，要讲理啦哈，情理法都要通，你不能说只要暗算，都只要算计之力，因为这个区域这个区哦，这个什么我比较弱，所以我就怎样把它怎样哦，都设计用人为的那个不好，应该是用自然的，用特别邻里这个什么区域地形地貌等等的。不要只有用人为的去操作的，好好会被唾弃的哈。局长 okay, 跟你建议哈，这样先请坐。还有这殡葬管理处的，你千万不要去收费，因为我听到业者，我想我们主席也听到，去参加我们花业协会的会，有人提出来了，听说明年就要开始停车场要收费了。局长有没有这个事情，请说明。哦，局长，有跟那个议员。报告你千万不要，但那个停车场收费吼，类似在路边停车。哎，我想千万唔通，因为去那边你要缴费，怎样？你用什么其他方式？你不要为了那些收那些小钱，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停车场有收费，被我们把它废除掉的嘛。那个就咱这个路边收费迄种诶，迄种。我再问个局长，你里面不是路边呢？你里面是停车场呢？那、啊、你路边归路边。跟议员报告哈，咱那是不有一个收费机制哈，你会发现内底车位拢好业者甲咱讲。局长，我是跟你讲哈，我刚才跟你讲了民怨民怒那么多的哈，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我给他提醒呢，不要紧，你若要个收费，要要调动领导的代志，我讲那是行政权。免费时间呢？这必须是。我已经给你善告哈，这个善尽告知之责了哈。你办告民完一大堆，叫用安尼撮交咪艰苦哦。我想就好好深思熟虑了哈。好，局长，请坐哈。再来，我想我们很多好的政策哦，像研考会有时候讲，为了国际接轨，你就要营造英语的环境。我看办讲的英语应该是国际的环境，就是外语啦哈。你重要，你蛮讲的英语，当然英语是较侪人通用。但是我想你南向政策，甚至一些东南亚语系的哈，以前看了不好哈，我们政大也有叫做东方语文学系、东语系，因为看到瀑布啊，你啊，哦，那黑粉所没盖管，今嘛我可能最夯的，俄文的、阿拉伯语文的、土耳其的、韩文的、日文的，甚至我看迄阵我是无越文啊，三位结果现在越南语或是其他的印尼的，有够厉害。我感觉所以世界给变，无得讲，你不要只有英文的，该适当的时机该做其他的哦。等一下都一并答复了哈、哦。还有你1999叫做化物中心，真娱乐，但是你用化出量尔嘛，你只有量，量一个月你说多少有几万通，结果你一天差不多我看哈、哦，天差不多2000多，是一个礼拜2000多通嘛，我、哦、应该叫2500通，也就是。一天差不多几通啊？一天几通？你敢不晓得一天几通？大概2000多通嘿。一天应该2000块、2500啦。啊，你刚才量这呢？你算着好啊！你给我得到我们什么什么这个《工商时报》的全台湾唯一的这些政府官方的这些单位的服务奖、嗯，那个多少要看纸。有时候你不要随便让人家检举做一个检举用的哈，但是应该要。提醒哪一些不好缺失，不是利益私人恩怨在那边检举或是恶斗的、哦、主委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知道，不是被人家利用的一些工具、啊欸哦、如果私人恩怨检举的工具就很可惜了、哦、希望主委好好处理好，而且民调不要是要调查对市政府做那一些美化的或是那一些什么好听的，你应该真正调查民怨民怒在哪边，应该改进的事项，这样是才会 有希望哈。我希望这个主委好好处理这些哈。那请坐哈。再来，这个局长，这个民政局张局长，我跟你建议哈，我们宗教寺庙管理最重要，不是只有辅导而已，应该好好创造好的观光文化产业。譬如我们左营
旧城正在做一个建城计划，中央跟地方有一个建城计划，你知道吗？建城计划，主席给我两分钟啊。哦，两分钟。啊，很大，而且我们讲不是只有盖城，文化局的主办啊，但是不是文化的而已哦。我们这些跟寺庙有关，寺庙上面因为里面也有一些庙，走营旧城。最好的莲池潭最周边最多的庙宇是全台湾最庙宇最密度最高的，局长是不是这样？应该你点头了哈。所有台湾地区寺庙密度最高的就是在莲池潭旁边，也就是旧城，因为旧城里面日据时代霸占台湾之后，因为那个小大龟山可以看到军港，所以把所有的那些庙宇全部拆。迁出去外面，很可恶。啊，我们就好好的，既然有建城了，不要只有看到城而已。我想我们的路，我们里面的那些道路，里面的重要道路，像北门大街等等的，或是寺庙，不是叫做重盖庙了哈，至少标示出来，以前有什么叫做兴隆寺啊，哦，个观音亭啊，还有一个什么天后宫啊，叫做丁阿妈庙啊，丁阿妈庙哈，丁阿妈庙。那些殿阿妈，那些天后宫妈祖，都应该要让它标示出来。道路能够古道能够恢复的古道就能够恢复。我想这些文化观光产业其实都是在编故事，让外地来的游客甚至国际旅客知道我们高雄有什么好的蛙哥。那个怎样和怎样，真的编故事，美好的故事，就可以有很多观光资源、南向政策等等的。都会才会成功，你没有那些料，只有光那个城建城没有用，一定要有锣，一定有那个丰富它的那个词、哦、局长你对本人的看法怎样，你简单评论一下。好，谢谢。好，谢谢主席，谢谢南周议员，周议员讲得非常好。我想我们在建城其实不是只是建那硬体，其实应该要把这些软体，特别是这些历史可以被看见的这些故事找回来。我想我也会跟我们文化局一起来努力配合这件事情。是是是是，谢谢。好，谢谢周中山议员。接下来我们请李顺进议员哈，十五分钟。谢谢，谢谢主席哈。首先跟主席报告，请主席容许我借用本会先进黄少廷议员的那个座位哈，来做今天的质询哈。谢谢。可以。首先哈，我来。今天我们民政部门所有的局处首长团队哈，还有议会的先进好朋友市民朋友哈，大家早安哈。首先本人哈，仅就哈我地方的几个重大的议题哈，向我们民政部门的所有的局处首长所有团队来做报告哈。希望能够重视我们地方基层的声音解决我们地方基层的困难哈，跟完成我们地方基层的期盼了哈。首先我来请问一下研考会了哈。今年很高兴的看到我们中央哈重视我们的地方。蔡英文总统哈，首先这最近几天哈指示哈选定我们高雄为我们新南向政策的一个基地哈。那这个我们地方非常的欢迎哈，也非常的雀跃。但是有关我们地方所有的配合的问题哈，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哈？我们准备好了，因为回想到我们1996年哈，李登辉总统当选我们民选的第一任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哈所有的哈都是西进的政策哈，那新南向之后呢，李登辉总统新南向之后，他借机用人了哈。用一个吼，我阮前陈小刚吼，准巧伊吼，是安怎讲巧伊？一个工业区遮大吼，迄阵阁有啥物亚太营运中心、亚太物流中心，
因为李登辉的借机用人，把一挂工业区拢引来吼，码头也停咧。啊，迄阵吼，阁有机场的跑道无够，啊，大型的客机、货机无法度通降落咱迄个高雄机场吼，所以一挂货运业吼，因为咱高雄甲咱的亚洲的主要城市吼，差不多拢两三点钟的路途尔。如果呐没有宵禁的问题，没有这个货机起降的问题，我想高雄哈很有机会，很有机会哈。但是因为离我们的这个民宅哈，整个小港地区、前镇地区哈太近哈，啊，所以有宿禁的问题。那再加上啊跑道不足，好跑道不足。那当初有计划要把高雄机场哈迁建到我们的南新计划。南新计划刚开始哈，唔是要恁做啥物啥物石化专区、游艇专区啊，啥物循环物流专区，唔是哈，是要做机场的哈。结果李登辉新南向政策煞翘去啦。啊，即马蔡英文总统吼，搁要新南向啊吼，小港有机会无？我想两个区长唔知道有入无，坚定小港两个区长那个主席。好。啊，请容许我们两位区长哈，哪两位？前镇、前镇区跟小港区。好，前镇、小港，请进来。谢谢哈，请坐哈。因为新南向的这个政策哈，把小港母一个煞翘去啦。啊，最近哈，我也搁拄到一个服务案件哈。我想两个区长在这里，几个区长都在哈。我们要新南向，结果呢，我们很多的越南的外配、印尼的外配。进来身体的因素，让人家带一点小吃部啊，无代无志，让咱台湾人家烫衫，甲烫光光。哦，妨碍风化，结果他是因为被害的，但是我们政府机关也不管，先送，也不听人家讲，我是忧郁症，我被人家带进来，上衣被人家脱光光，小孩子也生了，你硬要把我送，硬要把我办，这个办了之后要送回去，局长、社会局长、民政局长了，你就要民政局长哈。你敢知影偌济问题？什么新南向啊？要新南向，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机场跑道也不足，噪音也有肃静，要什么新南向啊？难怪蔡总统会生气哈，说你们只有政策口头，口头而已哈。我来问一下我们的研考会哈，新南向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港口跟我们空港跟海港。的结合，我们地方希望，那地方很期望的，把我们的高雄机场迁建到沿海去。当时新南向未过，当时无得通过南新计划，是因为伊的腹地不足。南新计划只有240公顷，我们的机场240几公顷，又南新计划又比我们的高雄机场还小。所以过去 的这个成效不大，而且没有那个效益。那现在大林埔沿海六里已经变成环境的孤儿，国土的规划错误造成他们六里困在里面，天时地利人和都来了，后劲可以迁。205厂国防部那么大，可以停，可以迁，高雄机场为什么不可以？谁同意把石化专区、循环专区？两个区长注意听，谁同意把这几个重工业继续到小港前镇来？谁就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研考会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哈，新南向不是叫你们做工厂的哈，新南向希望海空双港合作。把机场迁到沿海，把机场，因为现在我们的大林埔有120公顷，南新计划240公顷，总共加起来360公顷。现在的高雄机场的土地244公顷，跑道不足，比台中更加矮，比遐较矮，人遐拢无肃静，干咱叫肃静。一挂货物要运输的人拢甲我讲，讲议员啊，阮希望讲暗时啊会当交货，七两三点交货，伫遐作业，
执行。啊，天光三四点起，天光六七点起飞，飞到日本，拄啊会知啊八九点，飞到菲律宾嘛无几点钟，飞到泰国，飞到对哦那个亚洲的城市，两三个小时就到了，马上可以应用。结果我们这里肃静，是不是讲小英的我们的新南向政策？目前我们高雄市准备好了没有？来，研考会来，请答复一下来。甘丹拿来。跟李议员报告哈，那这个礼拜一啊，这个晚上的那个政策协调小组，那小英总统啊有特别在讨论新南向的时候，有特别啊提到高雄啊，可以作为一个新南向的一个基地。那事实上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那天除了中央报告之外，也有高雄市去做报告。那总统正是因为听到这个高雄的这方面的积极跟努力的准备哈，所以才会说，哎，高雄可以作为一个新南向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讲哈，一个是跟新南向国家如何进行经贸的交往。其实像尤其是我们最近办了一个全球港湾城市，来了那么几十个城市里面，有三分之一是来自东南亚。那议员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国外要进行交往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港湾城市论坛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的，这是一个哈。那第二个，所以我们那天也报告说，我们高雄在各方面，不管是经贸、医疗、教育、技职教育这里面所做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个航空的哈，那当然议员讲到说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机场哈，这个当然也在评估中，但是这个可能要时间比较长。但是现在一个很迫切的就是说，整个像东南亚的观光的推广，这是很迫切的哈，可能是这几年就可以做。那我们也特别提到说，现在的桃园机场它已经满载了，已经超过它的容量的120%了，反而是我们的小港机场，它其实容量还，尤其是国内机场的部分，只不到30%，所以这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分流机场，可以作为我们西南向的一个机场。那这一点啊，我们有提出来报告。所以总统讲说，我们可以作为西南向的基地，其实范围相当广，各方面除了观光之外，农业的合作、医疗的合作、人才的养成，这其实高雄都已经不是说未来是已经在进行的，我们这方面会继续的努力，以及其他产业的合作。谢谢哈，那个主委你请坐哈，哎，今天时间不足了，我跟你提醒了哈，高雄是唯一，我想我们全台湾拥有海空双港的一个城市，那城市跟海港合作哈，我想我们高雄市也有突破性的进展。那在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努力之下哈，我想啊，这方面应该还要再加强了哈，因为高雄国际机场它有一个2035年的啊一个整体发展计划，2035哈，到现在还有将近20年哈，还有20年的时间。那我们希望我们研考会哈督导啊这方面的工作哈要积极一点了哈，尤其是啊我们。啊，这个沿海六里哈，环境的孤儿哈，那你今天如果把沿海六里迁走了，哈，那我们的林院长、林前院长他有讲哈，那希望先了解民意，希望先凝聚共识了哈。那我再跟主委报告，地方的声音，迁村解决在前哈，迁村是不得已的主张，迁村是一定要迁，是势在必行，但是要考虑到环境正义、环境安全、环境发展。现在天时地利都来了，就人和而已，你要打拼不打拼而已。要不要把机场迁过去？244公顷的土地，目前高雄机场土地这么广大，中央跟地方为什么不能来共享发展的成果？我曾经很欣赏我们的205厂迁移、后进厂的停建、仁武大社厂的降编，结果本会的议员回答我说：“啊，你那拢爱钱尔，爱回馈金尔。来，两个区长都在这里，我们真的爱回馈金吗？我们真的爱回馈金吗？这几天我接到一个里长的活动的信息，本年度在机场旁边，就在机场的门口这几个里，
两位区长注意听，一年15万的回馈金，咱高雄区做什么需要这15万吗？一个里15万，一年度15万的回馈金，局长在这里，我在讲哪个里，你们可能知道，查一下，刚好15万，仅你15万回馈金。我们本会的议员跟我讲说，你要的爱钱而已，爱钱而已，我不爱钱，希望把机场迁过去，希望给我们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环境发展，天时地利人和。来，我再借问一下，本席接到航空站的员工的投诉，今年的噪音等音线的测定工作，这个攸关我们回馈金的分配，结果到底是什么因素？外力介入，还是有人为的这个影响？竟然今年报假资料到我们环保局来，环保局还不知道，员工向检调单位检举，现在正在办。局长，你敢知影这影响到我们两区的居民有多广？机场差阮50年，小港前镇的人口会遮侪，毋是无原因啊！12点飞机，吼、哦，差死人，差50年啊！结果伫机场的门口，伫机场的边啊，一年15万的回馈金，一年哦，有够笑亏啊！哈，来，我来请问一下哈。这个到底什么因素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这个噪音等音线的划定，为什么会有报假资料到我们这里来？那假资料就是我们将来分配的对象。民政局知道这些事吗？这攸关我们市民朋友的权益。好、哦，局长，你这个代志你爱追踪一下，爱了解一下，无哈、哦，中央的单位底下不咧插人，内面特区。内面特区呢，差咱50年，希望局长你硬起来，两位区长硬起来，莫为着回馈金，去遐共顶头，一年15万，15万是安怎？咱足欠钱咪？来，局长来吼，我知影你有迄个魄力啦。啊，准你做过社会局长，你顺便答复一下我刚刚讲的，你们要新南向，结果我被害了，你们还硬把我送回去，小孩子还丢在台湾。我每个月我在台湾，我还可以当保姆，还可以一个月给我婆婆、给我公公，一个人5000块。我就为了要取得身份证，我每个月都寄钱。结果我一个安尼红个拖伊，给我烫衫、烫光光，恁就给我送回来，送回去。要新南向哦，恁把人赶出。好，2分钟，好，把人赶出去。把小孩子留在台湾，让咱台湾人饲，啊，让咱那个社会叫民警叫去甲救济，笑死人！这要新南向，我想研考会也要统合一下，如果有这个问题，你们要特别注意。民政局也是你们的负担。如果真的是被冤枉的，如果是不起诉的，像这种案件，把他留下来，想办法把我们的新移民留下来，让他来教育我们的小孩子，教育。新移民的二代，无嘛讲，伊等于因阿姑啊，住伫越南，因阿姑啊，住伫印尼，恁是毋是当来台湾行行看看咧？来遮投资，吼、哦，啊来遮做生意。即摆毋是你甲送转去啊？囡仔伫遮，伊送转去搁寄伫啊。啊，即、這个囡仔拄啊隔代教养。来，局长来，针对机场航空噪音管制线的这个造假的资料你有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信息？吼、哦、还有我们。社会局、民政局，你们主管的新移民的这个我们的辅导的问题，你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的策略来答复一下来？谢谢主席，也谢谢咱李议员吼，对咱这个第一个，首先是咱这个航空站的这些噪音的部分吼，因为那个整个航空站的那个部分是由那个航空站他们去委托去。找那个厂商来做这个监测的哦，所以比较不是我们这边直接的业务，所以不过我想很高兴今天知道有这样子，我想我们会去进行了解哦，如果真的他一修这类造假的情形，我想我们也会用我们的角度
然后去跟我们的航空站进行要求，因为那的确就伤害到我们的所有居民的这个生活的品质。那第二个，当然我们在整个新住民新移民的这个服务工作方面，我们非常认同但议员所提的，我觉得其实在过去我们这些新住民姐妹其实来到台湾，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平等的被对待的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我们看到103年其实整个人数上是减少，但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未来这些新住民姐妹还有她的二代培力，其实是我们未来新南向政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想我们会加强在这方面的一些作为跟措施。以上。好，前建区长报告。好，谢谢主席，谢谢李议员对前镇小港这建设的一个关心哈。对于机场的迁建，其实任何重大的这个政策，只要有利于我们大高雄地区的发展、前镇小港发展，我们两位区长都会赞成的。好好，谢谢两位区长啊，人家李顺进对你非常的器重啊，请多加油啊，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请林富宝议员啊，15分钟。谢谢安代表主席哈，林议员不中听哈，安那个民政部门各局处所长，大家我晚大家好啦，我对民政局有一个小小的政策的问题啦，我要请安局长。咱高雄市吼，上长的、搁上宽、搁上悬的巷道对调，对调。知就知啊，唔知就唔知，无紧啊。唔知啊。你三下固定路，跟你讲啊，你搁唔知？联络里面有跟你讲吗？啊，三下固定嘛，跟你讲啊，真济啦。因为安三拿吼，通仙汤啊，三拿通仙汤在台山县，通通都是通仙汤。第一哩，安第三拿要烫六股，海拔最高的遐嘛通仙汤，你溪底嘛通仙汤，哦，迄真正大条。所以讲，我和恁那个左美光总区长。在那吃飯，我就說，跟您，他就跟您局長說，他這樣，這樣，這樣，區長要今年考一個啦，我有跟他說，我就是要凸顯這個問題啦。我為什麼要凸顯這個問題？我一天吼，有看到您報紙，您的炫耀，您阿蓮親戚裡啊，親戚裡，我看這篇報紙吼，我就想起安三啊，同仙行啊。讲真诶啦，局长，同学们应该知影，包括伫北四坑啊，北四坑啊，就是按山啊，要经过迄粒山，要六股，迄条嘛通仙巷，去到嘉兴要过界啊，十张犁遐嘛通仙巷，规个按迄个三万国中去哩，啊要去山啊，你迄条大路台山线。迄即摆是台29线嘛，拢通仙巷。但即个问题较早，我就捌提出凸显出来啦。吼，啊，恁嘛拢呾无去处理，所以讲我迄天看到恁炫耀两工，恁报纸报两工。吼，啊，阿仁区迁徙以40多年来，伊个门牌的杂乱，恁有法度甲伊安尼处理较好？恁阁炫耀两工的报纸，我是讲阿仁有法度。为什么阮遐山啊落无多？我来请教一下，遮拢总开偌济钱？啊，费用是按对来？请回答一下好不好？我多谢主席吼，歹势吼，议员吼，即通仙巷的代志吼，区长有和我做过这方面的这个讨论啦吼，
通水塘的代志，我知影，但是我唔知通水塘是上长的迄条啦，吼。按古通水塘这样代志，其实我知影，为民工59年，其实佮一直有这个问题，出现伫遮，所以我甲议员报告吼，拢咱当然真愿意来协助这件，吼啊，所以这件咱即卖进行就是讲，阮会拜托阮的区长，是不是？因为咱改路名、路牌这個，咱需要咱的住户。的同意啦，啊，但是而且伫咱的规定内底就讲爱半数的这个住户的这个同意，所以住户啦 ，OK， 无问题，安尼我相信阮个会积极来做处理。啊，当然头先议员有关心到费用，哦，啊啦，既然啊大拢通过，阮的由阮的户政这边家，哦啊来做这个费用的指引，啊，若是无够，啊，咱民政局接咱的来，阮局里的一个资源来斗相共这件。哦，啊，头先议员嘛咧讲就讲，啊，这拢总开偌济钱，其实这无偌济啦，看2-3万块尔。安尼俩，无无要，不然想象这样济。为什么不做呢？不啊，所以但是咱即马吼，唔是有些物件唔是咱做无做，因为你譬如讲你改变你的地，你的门牌这吼，你爱咱住户家大概吼半数，所以这个部分是。局长，俺无必要改哪会，事实嘛，甲因的传统的文化安好嘞。你讲你想做，你讲俺那个火山较早是植物来做名的，哦，俺会使讲下一个，哦啊山拿。啊，吉来里火山几号，就发动找啊。吼，北四坑几号，啊是较早有名的十张犁几号，啊八张犁几号，甲较早因的文化嘛，甲留的，也没有把它去掉。恁规个拢通仙堂，也没有说是也无伫因的凸显较早因的文化出来。但即马按着甲改，伊是讲伫迄个北四坑啊、南四坑啊，迄含六股要改改啊，迄人外的客吼，真正找无。真正找无，啊，搁有安尼久我嘛找无。我今年88啊母亲节啦，我为着要送一个匾啊，要去予迄个校长，迄吉良国小的校长。事实人嘛唔知啊，人嘛唔知对，所以讲这是足困扰的。我顶面捌凸显出来，伫驾驶嘛一道，驾驶有哪乱来乱去，救护车延误，家长吼真正无满意。但是事实讲真嘞。因为 Google 找袂出来，救护车吼，迄边就是伫报的人伫溪边，结果救护车按山顶去哩，延误要10分钟，结果无救。所以讲家属足怨叹，嘛要对这责任。所以讲我是讲这个门牌真重要，啊，你若甲整理好势，整理好势，因为我也毋捌看过门牌吼，真正伫山顶啊通仙巷的啦，迄人听着人爱笑啦。伫迄个台29线路边通通巷。台29线呢，路边嘛通仙巷，海拔相关的通仙巷，所以讲我是讲要拜托的，是不是？我相信伊明一定会同意啦。安用因的传统文化，安的火山较早正往来伫阮顶啊上有名的，把凸显出来，十张嘞、八张嘞，迄种有文化一个典故的啦吼。我相信安的第一对观光客要来吹，还是救护车拢一定拢 OK 啦吼。我是讲。因较早我就捌讲啊，啊伊你拢讲有困难度，所以讲迄天我看到这个报纸啊，我认为讲人阿联啊，亲戚里里46年来都有法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啊。为什么是因较大，阮较细，还是安怎吼？为什么阮就无人处理吼？我相信阮因吉阿里的人，伊嘛要认为讲阮的门牌会当吼较清晰的。人要人亲戚朋友要来找，嘛甲找到的，吼、哦，我只要来拜读一下吼，嘛、哦、啊这个吉啊，迄吉啊是一个冰山一角尔啦，所以阮庄卡吼，这个门牌字迄个遐乱的迄个有够济啦，吼、哦，较早拢用地方名，即种内文用地方名阁好找呢，这完全无地方名，拢一个通仙巷，一个通仙巷尔，然后我就讲是不是按、啊、拿出一个重点的检讨。啊，甲因整理好势啦！我相信这整理好势是安尼责任啦吼。啊，要拜托一下。哎、啊，你阿拄仔讲吼，费用也无济啦，2-3万块盖起来无可能啦。你遐门牌，你要叫老百姓出吗？遐门牌一个8-5块呢，2-3万块你会起来？不可以啦，无可能。哦，啊，佫有一个问题啦，即道吼，安的灾害真济啦。但知真是，我知影，按庄卡吼，区公所的人力确实有限啦。我是我昨去六姑，
六股区公所多一个技术尔，迄个咪技术哦，个机制完全没有，包括驾驶嘛欠，大家拢欠啦吼。首先讲真诶啦，一个迄、那个阮武良兄嘛六股人啦，规个六股遐宽，一个机组尔，无技术，还有七道灾害啦，庄卡诶乡亲啦，大家真正。怨那个要死，因为个资讯又错误，为资讯功能还是报到十月初三尔。事实，我问审计处，伊是讲报到十月初十，但是为对一堆资讯到十月初三尔。进去人爱个你念，叫我爱甲恁反映，反映我按市政府，我到底要反映什么人？个一点。我伫迄个农林咨询，我有甲按蔡慧君蔡局长，我嘛甲讲，即道的农灾啦，伫庄卡啦，拄啊米拢无拍折尔，米拢无拍折，村呢拢有咧拍折，但是因为专业人员的无够，拢叫李干事去咧翕相，去咧勘查尔。有些李干事，我讲真诶啦。第一届高雄管区合并的时阵，前的议长佮我讲一句话，伊讲副部啊，好啊，再有管区合并，我再知道这农路这个名词是什么？首先，伊唔知道什么叫农路，所以讲有些你按庄卡高雄所上班的，伊是起来钓鱼的，什么农路他也不知道，什么农产品也不知道。我较早一个助理伫路边啊，看到伊讲，伊讲迄落叫啥？啊，这吼山啊做好了吧？我都要分伊知无？迄奶汁我讲酸啊，所以讲有足侪话唔捌的。有些恁去勘察李干事，有些伊其实他是真的不懂，伊拢甲拍折打折。啊，我是讲为什么你还要拍折？伊讲爱园啊内底有路啊，爱靠料啊。园啊为什么开无路？应该照讲吼，园啊就是讲我这一家地，我中午向破了四米道路，我是靠伊四米道路尔。你出来园啊，你看。远啊！你外口路要怎？我远啊，本来爱行啊。你像阮的金蕉一家店，就是千百丛，你外点嘛，点我千百丛无嘛。你若点无千百丛，你来我打折 OK 嘛。伊讲远啊，你那条远啊有路啊，哎，远啊无路，别用背因。所以讲，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啦。所以讲，我嘛甲蔡局长讲，我拜托连江，是不是调按相关的单位做一个说明，再做一个教育。为啥你甲拍折老百姓？事实哦，讲真诶啦，事实报案真钱啦。你像迄边安去六区，啊，看到迄个连木规区拢倒去啊，拢歹啊。伊甲市长报告，伊损失头200万，但是安个补助偌济？补助一个9万。其实补助9万是一个迄个扣遐垃圾的费用尔啦，甲清除园内的垃圾而已啦。啊，你搁甲拍折，搁甲拍7折8折。我米拢的储备都农业局调的，都米拢无拍折尔，村的拢拍折，但是我俺无怪因啦，因为他们的专业问题。你讲按山啊，一分地当种33丛，你甲点嘛？你山啊啦，伊若超过33丛，就表示讲你袂使甲拍折啦。哦，这是一个专业问题啦。搁有迄个农路的问题，按这道真正报袂赴。我讲真个啦，我一讲，我那甲点名讲。迄个按基山区公所好个在，好个在，因为按主计处认为讲，哎呀，基山块无报，我打电话给区长、给科长，伊讲有啊，我有报啊，我有报600万啊，我搁啊连蔡务进，王这个区长，你莫我别讲话，人基山都报，我确定没有报啦，因为问谁、问主计处，电脑资料都没有，安怎报你知无？哎，我基山在啊，600万，安尼俩。就这样，连一个计划都没有。我是讲，该散到安尼啦？为什么该散到后尾？我一个电话600万，什么人要给伊听？好个在，我叫伊报咧。啊，无损失的什么人？损失的是老百姓啦，真正袂给骗咧。损失的是老百姓，局长。那安尼损失的是阮老百姓。讲真咧，因为这个治安是要甲中央讨的咧。讲真个呢，啊你阁无报，啊引起民怨，好啊，在主计处好，伊讲无可能，基山灾遐大，无可能无半件。
农业局长阁好伊靠，我阁还没烧哦，袂啊，才阁互补补起哩啊。所以讲，有时啊，吼，有时啊，按区按有些区公所技术缺乏，我讲真个，因嘛足辛苦，因真正足辛苦，是毋是会当想办法来个补丁？但是要补丁，嘛要考虑到专业，唔好含我做个出哩，连什么都不懂诶。那对手咩？很蛮唔好啦吼！我请局长你答我一下好不好？啊，局长答。哦，我想吼，他都啊有咧，议员咧第一百五几个啊，第一个是毋是即个人力即个充足啦吼？啊，当然即个人力的充足的部分，其实阮一直足审慎咧评估每一个所在人是毋是有够，因为坦白讲，咱其实都是很希望是发挥最大的人力的效用啊。所以就这个部分，阮以目前阮即马手链的资料，阮所看起来，其实相对其他的即个区域，其实咱的即个基米地区，咱的工程的人员，其实照讲起来，其实伊并无偏别的所在较少。唔过，阮会来了解因的专业度啦。一个六个都是一个基础咧。啊，但是因为这個，因为阮的工程人力价吼，有五个，有五个。所以我的这个部分，我会跟我的区长过来做这个讨论啊。啊，第二个是议员咧提到的，就是讲是伊的专业度有够无吼？啊，这专业度的部分，我想我会跟含蔡局长、蔡副警蔡局长，即提高因对这个农业、这个农损的这个勘查的过程，伊爱注意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个部分，我会加强我的训练，啊，让因会当会当更加好咱的农民吼。一方面，这个速度啊，一方面专业度，这款拢会来做这提升。啊，至于头段议员咧提到讲，是毋是因的资料迄个全咧报的时阵，哦，老报无报，这项代志我会绝对去了解。但是就我知影讲，咱绝对应该啦，一般咧报未是一张单啊，迄种是一个报表，拢有这个资料会起哩。啊，是毋是这个资料甲起哩的过程当中有 miss， 这我会去了解。好，啊，到时再甲议员做一个说明。好，再两分钟。刚才我讲吼。首先，我有去查证，我某个门固定确实是这样。我门固定确实是这样，固定某个两面的人。哦，啊，这满面成主了，这属实是因无用啊，是安怎讲真的啦？属实那无报啦，增加的损失，安尼医生按自由财产都无法度啊，要甲中央讨钱，佫无法当继续，一些灾害佫无法当做。是老百姓的损失啦，我是安尼啦吼，这是上重要的啦，吼啊，讲真的啦，增加了讲技术，大家通通你留袂掉啦，是不是？你会使讲是不是另外考来考我增加啊？甲固定卖一年一千，你讲一年看要几看几单，安尼较有法度啦。无你事实讲真的啦，增加技术。留袂掉，因为较早吼，乡镇里的时候，他还可以任用，是正式的。但按即摆拢，即一年一千而已，为啥人要出来外口？啊，为人要去顾问公司？所以讲，遮是不是再充满一个考虑，看看，看安怎去处理啦？哈，好，以上谢谢。好，那个民政局长，六龟啊，你敢知影偌大？六龟啊！他整个高雄市哦，原来的高雄市还个输一个六龟区啊，所以我们把那个偏乡的，我是建议哦，嘛是爱派一挂去偏乡服务啦。所以他要求是很谦卑的，技术改派一个去服务哦。那么大的地区哦，真的是有需要一个骑士六龟啦，好不好？好，我拜托你啦，哈，好好。来，接下来。我们请王耀义议员哈啊，执行十五分钟。好，谢谢主席哈。民政部门的各位局处长啊、议员同仁以及媒体女士先生，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啊，大家好。那有关今天的民政部门的一个业务质询哈，那本席也列出哈，针对民政部门的各局处啊，需要来。啊，让局处首长来做说明的啊，并且有一些啊缺失要改进的哦，也请啊这边哈、啊加强努力哈、哦。来，首先哈、哦、啊，我们先看政风方面哈、哦，在政风方面，那首先本席要请教哈、哦，在我们现在高雄市政府哈、哦，拢是啊
连拢是咧吼强调透明廉能的一个政府，要安怎用拢上好的咱的公务体系、公务人员来服务咱大高雄哦所有的市民朋友？伫遮啊，咱啊针对哦这个反贪肃贪呐吼，反贪肃贪的等等吼啊的一个作为，那本席要请教我们的处长吼，目前我们高雄市政府吼，包括所有的公务人员哈，咱的公务人员因案被停止的啊有多少位？那在针对的我们的一个考核方针是怎么样来做，以避免让我们的所有公务人员哈，咱袂当讲吼，因为知法犯法而变成是公家机关是一个啊一个啊就是有犯罪的一个来源哈，所以在这里我要请教我们政风处长来做答复一下。好，答复。好，我们谢谢主席，谢谢王议员的指教。有关于这一部分，我想我们因案被停止的部分，警消有21位，公务员的部分有1位。警消几位啊？21位，嘿。警消21位啊？那是多久的事情啊？就是今年吗？就累，不是不是，那应该是累计下来的。哦，累计是是。好，那工那其他公务人员呢？1位，嘿，1位，哎是。那警政单位都没有吗？警察机关？警消，包括警消消防局。刚刚说消防就是除了消防局还有警察局，是。就警消就21位，哎是。好，那你说公务人员1位，公务人员1位吗？是。那有没有包括其他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等等，就是包含全部的，全部都包含，是是。好，那针对有没有探讨过他们涉案的一个情形？涉案的啊，看是怎么样？是有些是公务人员，他是知法犯法，或者是他的一个啊，有一些他的啊法令也好，或者是让他不懂得怎么样来回避而造成，有没有去了解？好，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分人的部分，我想我们就是会各机关由主管单位加强他的平时考核。那在业务方面，我想因为政风单位我们会希望朝向一个预警的作为，我们希望协助机关我们在各个业务方面透过业务稽核或者内控各方面的制度来建立一个比较透明的环境，让同仁能够预警性上能够他没有机会来犯错。好，处长。咱政风吼，政风就是吼，咱爱吼这个公务人员，有当时啊，可能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怎么样法令上，他有一些吼不懂得来回避，或者是有一些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拿捏啊，所以伫遮吼，咱政风除了讲吼有一挂宣导以外啦吼，那也要啊积极的来清查，如果有这一些吼，当然。公务人员，咱嘛是拢相信伊的清白啊。唔过吼，咱就是爱吼，伫迄个他的所有的案件整理当中，咱了解，咱徛伫政风的单位，看要安怎来甲伊吼做一个吼辅导啊，安怎袂当吼，互公务人员你造成吼，你公务人员若犯案，你要安怎服务咱的遮的市民吼？这是咱政风应该爱做的，嘛是爱积极的吼。所以针对遮吼。啊，会后吼，咱处长，你甲这个分析个案以外，啊，然后未来要怎么样来吼，我们加强防范的作为，吼，加来加强啊来做，会当讲吼，咱公务人员，伊会当用伊的专业来奉献咱所有的市民朋友。我想这一部分我跟议员报告哈。我想目前在政风的角色来讲，我们是希望哦，他有一个传统的遮蔽者的角色能够提升到。发挥他一个预警的效用，好，就是议员你讲安呢，我希望政风单位在机关是站在一个预警、站在一个预防的角度，好，所以我们透过业务方面的 AU 的稽核，而且内部控制，来发现说业务上如果有不周延的地方，或者有些地方比较没有透明，好，容易让同仁哦这个犯错的地方，我们尽量来协助机关来做这方面的防范。就是要主动出击啊，对对，不能等到说已经媒体报道出来，我们再去。追查，迄阵拢是已经涉案，拢已经移送法办啊。我们希望同仁没有这方面的行为。
好，相信在处长哈，你的今天的解说哈，看哦实际的作为来展现，好不好？好，谢谢，请坐。好，那接着哈啊，在民政局方面哈，咱今嘛咱的一宾呐哈，高雄市立殡仪馆哈，这女化妆入殓室哈，你看，较早哈，以前家是有动线，就是有一个出，有一个进，有一个出，那后面哦，今嘛只个塌起来，今嘛出入口都比剩一个动线。啊，男化妆入殓室哦，伊嘛是搁维持啊，进口跟出口它是分开。你安尼哦，较会当哦，因为你内底化妆入殓室有当时啊家属啊，有当啊工作人员，万一如果里面哦有一挂紧急事故需要啊需要啊来做一个疏散，免怎疏散？所以伫遮吼，即真侪家属马上本啊来甲本省吼来反映吼，是毋是即个所在要安怎甲拍通吼？哦，当然即动线是由咱的殡葬管理处遮所来做吼。为什么即个要甲拆开？我着想无啦，是毋是处长有来无？来，处长你来答复一下。嘿，甲王议员报告吼。这个女性的入殓室哈，她当初为什么这个本来是有通道？对，啊，它有一个出口啊，本来在对面这里就出口啊，现在把它围起来。因为当时就是也有民众哈，在给我们议会的议员朋友哈，就是说在建议说这个能不能封起来，因为这样子它处理上可是平面机关一至四号啊，变成一个路冲啊，大家在看感觉讲惊吓惊吓啦，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哈。我们再封起来啊！封起来，当初我们有考虑到说那个消防的问题，哦，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当初有请消防局那边介绍那个一个立方顾问有限公司，有来看过，因为其实我们只要一个前面一个通道出来就可以了，并没有违反消防法规啦。处长，处长，今嘛吼，因为男化妆室吼，男化妆入殓室也是维持，还是维持啊，进口跟出口是分开嘛。啊，你家吼，恁去讨论看怎么样。哦，当然有一些你要做一个进出动线，让大家在那里较安全进出啊。万一如果发生有一个消防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你要怎么样疏散？我议员报告哈，这个我们回去做一个活动木板门啊，活动的木板门安尼啦，吼，安尼可能啊，大家一旦平衡大家的需求啊，当通行啊，买当哦，你讲哦，不爱红看到讲哦，俺看到个怪怪，了解，好，好不好？好，谢谢。啊，何时可以完成？我一定交班请你做啊。什么时阵会好？给我两礼拜时间，好不好？好，好，好，谢谢。接着哈，接着在我们刚刚哦啊林富宝议员在讲的嘛，是拄啊本身要讲的这个所在。即嘛哦，咱各区公所吼，真正38个行政区啦吼，啊，尤其是较早的啊高雄县，就是即嘛27个行政区。伊个一寡吼人力吼，是毋咱个编列不足，或者是吼，到底是编列不足，或者是咱个吼并没有到位，没有补充到位吼。啊，所以尤其是精建科啦，精建科嘛真侪吼，遐个技术真正足认真，啊足拍拼。哦，我看伊咱个母家母规日啊，结果吼一寡工课吼嘛是真正做袂出，毋是做袂出，是安怎做袂出？人力不足嘛，人力不足。所以伫遮咱个。民政局啊，甲针对咱的人事处，到底是这一方面是哪里出了环节的问题？有没有检讨过？是咪这点会当请局长来做答复一下？局长，是，多谢主席吼，啊，多谢王议员对咱这个区公所吼，即款人力的这个调整的部分吼，其实阮一直拢有咧检讨，阮的人力是毋是足够啦，或者说阮的人力到底是不是足以负担吼？以咱。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各行我们的这个相关我们的工作者过来做讨论，但是很怕就是说是不是他们的能量没有发挥，或者说他们的效率不够，哦，才会让议员觉得。好，局长，那我先问了，是现在我们有没有补足缺员额？补足员额？以我来说，以我知道是都有补足吗？有补足，那表示我们编列不足了哦。所以进来来了解讲是不是补足之后啊，他们的能量没有足够的发挥，吼，这个部分我们会去做检讨。安尼，人事处长呢，处长，你看咱各区公所，尤其是精建科方面，这人力
是到底是咱的编列不足，或者是有编列没有补足，到底是安怎？多谢王议员吼。那其实关系合并以来，以来了后，就大寮区公所的编制拢无变动啦，吼，含古早合并进程拢共款。那目前伊区公所的编制拢总有77个啦，吼。那你啊，如果真若讲啊，做经建科的人力不足，我想应该区长吼，应该是不是把内部吼做一个业务调整，吼，让他最适规模去处理他的业务，吼，卖讲啊做啊，迄科永远遐侪，啊，迄科永远遐少，应该是内部做调整一下，安尼较适当啦，吼。内部调整，恁是一个区公所的总员额，啊，卡会当看要经建科要偌济人力是安尼分配吗？迄种区长伊家己去讲，我这人力配备应该是这个区长应该是做调整嘛，吼，看是要安怎调整，应该是。啊，这由区长来处理。安尼无安尼吼，啊，局长啦吼，处长啦吼，啊，甲区长吼，恁都针对吼原额问题。我咧讲的唔是干那只大寮联盟尔啦，咱38个行政区甲了解嘛，是毋是？伊编列到底足不足够？咱嘛区长上了解啊。啊，若真正讲编列无够，是要安怎增加？或者是吼，都像摊拄啊处长咧讲的，有法多调整，咱就甲调整啊。是我含啊，这個、民政局吼，含咱来来。啊，甲咱的38行政区的区长，啊，咱来了解，看到底伊的编制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是没补足的。好，我来研究讨论，我来研究。好，谢谢。接着哈，在研考会方面哈，咱即马吼，咱有一挂重大的工程议题，或者是重大的一个建设案，当然徛伫研考会立场哈。伊就是研考会，就是要来协助嘛。哦，啊，要安怎吼，让这个工课吼来做追踪吼，让这个工课当顺利推动。所以伫研考会方面吼，我即马也要来请教吼。伫这个咱目前吼啊捷运方面啊，目前中央交通部哦，交通部伊有哦提拨840万，啊，咱高雄市政府自筹160，所以全部1000万，1000万针对啊小港的。这个延伸到林园哦，当然啦、啊，你看在交通部门的咨询哦，我冇甲局长拢有讲过，这就是吼、哦，这个男子桥头冈山以目前高架重运量的捷运哦，这高架吼、哦，高架高架吼、哦，欠管嘛，无伫平面车道哦，啊，这是吼、哦，这是咱哦9月21号哦，本席伫议会吼、哦。啊，来开这个公听会，你看全部伫这个公听会吼，咱林门甲小港的居民真侪人参加吼，佮包括大寮嘛来声援哦，讲这真正爱做高架捷运呐、啊，高架重运量啊，用平面轻轨吼，在小港台吼，咱的台17线，迄拢是重型车辆，哦，你看化学槽车，哦，化学槽车货柜车进出，万一。发生平面车、平面哦、平面轻轨跟这个重型车辆发生车祸，真正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伫遮咱政府要推动一个重大政策吼、哦，这足重要，袂使讲因为吼、哦，啊你平面轻轨都要造价147亿，啊这高架捷运要220亿，安尼就差几亿，差差不多60亿嘛，啊差60亿，你讲安尼就来选较省钱的。哦，这真正哦不合理哦，所以伫研考会立场哦，这个也要针对哦我们地方的心声了解。这条平面轻轨呐，真正做伫台17线哦，保证哦一定以后事故频传，哦真正不符合。啊嘛哦，这个时间会足冗长，因为平面轻轨时间就是很长。啊，你呐这高架捷运，它的大概20几分钟就可以到高雄。好，2分钟。这个案吼，这个案真正足重要哦，所以研考会吼一定告知咱的捷运局啊、交通局等等吼相关单位针对者吼，因为即马已经在遴选厂商嘛，遴选厂商12月份以后他们会针对初步的规划啊，所以希望咱研考会针对者吼，嘛要提出恁的吼恁的这个专业啊，共同吼来甲这个吼捷运来完成吼啊。另外一个是林园的海岸富裕计划。哦，这个八公里的这个海岸线，目前林园哦，你看管线密密麻麻，啊，这伫市政会议哦，市长嘛有指示过吼，
嘛有甲恁各局处吼针对遮，要安怎互临门遮吼，遮来甲即个海岸道路吼，即个都发局吼，海岸道路来重新的都市计划来遮规划，啊，甲遮个海岸吼结合水利局、海洋局来甲遮个管线来做一个共同取水管线。啊，甲遮个海岸八公里来甲做像茄顶、家埕嘛，家埕遐个海岸公园做甲足水啊，一定爱做遮个工课。啊，所以伫遮目前嘛是水利局在哦针对这个工作，他们也在进行的一个规划当中。所以针对遮吼，咱研考会哦，这两件拢是足重要，关系着未来林园地区的发展，包括咱高雄区，因为这个林门是伫咱高雄上南边边啊，甲屏东隔界啊，咱遮若做无好。隔壁就屏东啊，去予屏东笑讲啊，高雄市的建设比咱较歹啊，因为即马东港、兼埔仔港拄啊伫咱线尾中文的隔壁，吼、哦、比较啊，所以伫遮吼，就是咱研考会主委针对啊本席讲的这两个重大议题吼、哦，来提出你的看法来。谢谢议员，这两个问题我们都非常重视哈。那关于这个捷运。其实这个在十月的时候，南高屏澎的区域平台会议哈、哦，我们都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啊、哦，就是要向中央争取捷运延伸到林园。啊，事实上在这之前呢，我们林权院长来高雄，还有那个国奥会主委来高雄，我们都有提出高雄的捷运路网的问题。那他们也认为说，高雄要赶快提出这个规划哈，所以我们这个路线的规划案，捷运局已经上网招标，那个11月15号就开标哈，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的1000万的部分啊。那所以这个已经在进行之中。那至于这个林园的海岸景观工程哈，那这个水利局已经刚刚完成这个可行性评估嘛啊，经费5.67亿啊，那我们会请水利局先跟地方取得共识之后，赶快提报这个市府编列预算来执行。这个我想他们会考虑这个哈，因为哈这个评估案会去处理这个问题哈。好，谢谢。下午2:30继续开会，散会。